查英文哦。嗯，天哪，到底你顺续跟阿公一句好啊？没空，走开，走开。哎呀，不然我教你好了，你来，我教你一个，I am pig， 就你好的意思啦。嗯，那你好不是 hello 吗？不是啦，你那个是清朝学的英文是不是？I am pig， 现在上流行的啦。对啦，你相信我就对了嘛。早知道有翻译机，就不会被人当北齐。阿公，我阿公啦，我跟你讲，我最近在学英文哦。这多好，我也在学英文啊。阿公，你学的那句是啥？就是 I am a pig， 就是你好的意思啦。那哪里是你好的意思啊？阿公，我翻译给你听啦。我是尹红珠。哎呦，糟蹋人哦！这是因哪？早知道有翻译机，就不会这么丢脸。阿孙诶，你搁咧学英文哦？天哪，顶届教你诶，你去学啦，莫来搞吵。我袂记你顶届你甲我教，你好是要安怎讲诶哈？哦，就跟你讲是 I am pig，I A M P I G， 你好的意思。你不要吵我，你们都学不会。我是猪。You wanna die？早知道有翻译机，我就会有好成绩。